穆总，今天难得我们这么高兴，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走啊？明天一大早还要开会。那你知道吗？这次市长真的非常担心，那个加来的逃跑说明警方在工作中存在重大漏洞。这次加来的逃跑模式也难辞其咎。只是我这次听说，好像整个事情的进程是由警方制定计划，是不是因为警方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警方是值得信任的，只是加来他们和政府对抗多年，行事十分精明诡谲，防不胜防啊。我也是提出一种可能性，只不过现在 VX3 还在城市大学，我很担心加来会再去惦记他。不错，的确 VX3 很多人都虎视眈眈，况且放在大学也不是很安全。那以穆总来看，在八城什么地方最安全？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但是有相对安全的地方。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模式，模式是个放东西的好地方。模式的安全库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多谢司长提携。穆总，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呢，跟市长商量一下。对外呢，我们就说 VX3 还在城市大学。对内，我希望你要严格保密。您放心，模式内部的人我也不会告诉他们。好，不送了。好，谢谢。进来。穆总， VX3 已经从城市大学运出，马上就要到模式地库了。陈司长知不知道？已经通知好了。我马上去保险库， VX3 在这里秘密托管，要保守秘密，知道吗？明白。VX3 已经回到模式。已经和控制仪组装到一起了吗？没错。你做得很好。木船，17年前我们没有完成的事，现在可以继续了。有了 VX3，我们就拥有了对网络世界的最高权限。无论是通讯、金融，或是数字世界的任何领域，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那就让我们试试它的威力吧。我希望你能控制好它的威力。只是一次小小的实验，放轻松。
怎么自己躲在这儿喝酒啊？也不叫我。分析案情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孟良劫走佳来这个事儿特别奇怪。你看啊，你父母的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我觉得这一定不是偶然，他应该是要告诉你什么线索。还有这张纸牌，54张牌，为什么偏偏留一张 Queen？ Queen 是女王，他是不是想说还有一个女的？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这张诊疗单，他又想说明什么意思呢？喂，孟良跟佳来是什么关系？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确认俊杰父母的死与孟良有关系，而且他这一次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线索。他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我现在急需要找到孟良。我会把搜集到的孟良信息发给你。好。笑什么呀？我笑了3年啊，你一直没有变，脑里一团屎啊。刚才说那些问题呢，一点营养都没有，一点提高都没有，真的没有变。哎，倒是有一点你是变了，提高了一点。什么呀？泡妞技术。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那天在子轩家，他做了好几道菜，不是吗？然后呢，那几道菜其实真的挺难吃的，但你却说呢，非常的好吃，还不停的吃。那一刻我感觉，你演戏演的挺好的，变成了一个戏精啊。你变坏了。跟哥说啊，这3年你有没有女朋友？再来看看。哎，时机还没到，等时机到了一定带给你看。泡妞还等什么时机呢？哥，你在等人家跑了？真的是。反正呢，以后到了时机了，你把那个妞带过来给我看一下，过目一下。因为我一直对你的那种啊审美眼光没有太大的信心，先给我看，然后给子轩看啊，千万不要丢人。行了，别光说我了，你呢？你这次回来准备跟子轩怎么办？你觉得我还要怎么办？我3年没见他，我一个回头，一个点头，他就冲过来抱抱我。我还是有这本事的。子轩可不是这样的人，他到现在还没原谅你呢。干嘛去？有事。Yesterday, the stock market in Bacheng slumped before closing of the market. Was it a conspiracy or the inevitable? Due to the strikes of recession,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invest to rescue the market or not. Experts of stock market crisis think that a sudden economic disaster and intervention cost may trigger the risk of economic stagflation.期货和股市是在收市前半个小时发生动荡的，尤其是概念股，来了好多来路不明的炒家，之前毫无预警，除了我们这里之外，东南亚地区也都受到了影响。根据我们从政府方面收到的消息，大量的资金是通过一批新开户的账户分流走的，
到账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提走，转移到了在国外注册的一个公司。由于是自由港，所以情报交换缓慢，公司的背景目前还不知道。据我们技术安全部门判断，不同于97年 SLOS 要做空香港股市，这次的危机很有可能是大规模的黑客利用网络漏洞操控了整个金融网络。如果周一还得不到缓解，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危机。政府这次已经通过一些特别的渠道去冻结一些非法的账户，至少在一周之内八成不会有任何影响。还有 ARK 集团的马启明先生会来到八成，他来八成之后可能会开发布会，有个重大事项要宣布，在八成会有个重大的投资。这位马启明先生有什么背景值得政府这么重视？马启明先生是中国的投资商，他的 ARK 集团总部在中国的重海市，投资了很多高端科研项目，公司做得很大，很有实力。其实与他随行的还有 ARK 集团的网络安全团队，他们将与政府合作，目的就是为了恢复金融秩序。这次的安保交给我们来做，由现在开始模式进入一级戒备，所有人都取消假期，准备好作战，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做事吧。李俊杰为什么不在？是我派他去跟进了个线索。什么线索？孟良的线索。是你派他去的还是他擅离职守自己去的？三叔，我不管你怎么都要找到他为止，如果周一之前他没回来自动辞职。我知道了，去做你的事情。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我想这次的安保工作交给你，这是我的职责。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随时告诉我。去吧。是俊杰自己告诉你他去南山岛了？这么说你也知道了？他收到短信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是谁给他发的信息？我也不太清楚，他只是跟我说他要去南山岛调查孟良。那你现在能联系上他吗？我看这次啊，三叔是动真格的了，他们向来就不和，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他被辞退了。俊杰干什么事一个电话是叫不回来的，我去找他吧。还是我去吧，现在是特殊时刻，你不能再离岗了。我跟三叔的关系他不会真生我气的，只是这两天要辛苦你了。哎，马小军，这李俊杰是不是出任务去了？怎么这几天没见他在这里啊？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他粉丝吗？那他也不能什么都跟我说吧。哎，华哥，那个俊杰最近干嘛去了？你们都吃饱了撑的，总打听别人的事儿干嘛？好了，午休时间结束了，都工作去吧。走吧。走。这次股市的动荡很不一般，马启明先生是政府邀请来救市的，他之前遭到过多次暗杀，所以你们模式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放心，这次马先生的演讲我们模式做了很多不同的演习，为求可以应付所有突发事件。好，还有14个小时就要开盘了，一开盘股市还会继续波动，马先生的这次演讲就是我们的一支强心剂，希望 ARK 公司的入市可以改善我们现在的状况。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一个地区的经济稳定凭一个人就能解决吗？云浩，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陈司长，云浩的意思是
可不可以有另外特别的方案？这次马先生的救世应该是唯一的方案，你准备一下。我们看一下安保的路线图。穆总，嗯，来，啊，坐坐坐，顺不顺利啊？我在想，如果有对现场造成威胁的行动，会从哪下手？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从这儿，还有这儿，两个地方一起交叉过来。我不是让你汇报，他明天就过来了。我知道你和马启明的特殊关系，但是我希望你能把工作做好。不管被保护的对象是谁，我都会以专业、冷静、理智的态度做出正确的选择。嗯，模式守则第二章第三条，你做得很好。如果不是，这个任务我也不会交付给你。谢谢。来，今晚别做那么晚了。明天各有各忙的。是。嗯。好巧啊，你怎么来了？你不想看见我？我不可以来找你吗？这里好危险，全都是孟良的人。我知道，我看你单枪匹马的，怕你一个人应付不来。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啊？我给你发短信了。你听我说，模式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马启明要来八城，现在所有的安保任务只有石原浩一个人在负责。不管今天我们有什么发现，都要听我的，我们必须要尽快回去，知道吗？他来了。哎，大哥，喝了。来来来，来，给你马上啊。来，哎，哥几个，那个人帮我拦住他，别让他跟着我。好好保护自己啊。
孟良在哪儿？在哪儿？大东海会所。老大，慌什么？老大，我刚才在酒吧呀，看见李俊杰和周子轩了，我让阿季拦住他们了。嗯，然后呢？这不赶紧跑回来向你汇报了吗？这小子居然能找到南山岛，那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这儿来了。这，那咱们怎么办呢？正好，我有件东西要交给他，他来了。咱们就省事儿了，老大。嗯，那咱们就在这儿等。咱们啊，咱们回八城等着他。你好。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我有一个朋友，应该已经到这里了，然后他叫孟良，可以帮我查一下他的房号吗？嗯。他已经离开了。你是李俊杰先生吗？是。孟先生让我交给你。谢谢。嗯，不客气。又是扑克牌。有东西在里面。石组长，没有什么情况，只是发现一个打火机，查仔细一点。明白。妈呀妈呀，我发现一个可疑人员，他在一楼签到处附近出现过，调出监控，人脸识别看过此人资料。可疑人员，女，披肩发，身穿卡其色上衣，黑裙子，戴黑色眼镜。查到信息后马上向我汇报。好的，我马上调查。怎么样，组长？我们进行了仔细的排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一定要仔细。明白。VIP 一分钟后准备落地。收到。各小队注意 ，VIP 马上就到，大家时刻保持警惕。
马先生，市长你好。哎呀，马先生，欢迎欢迎啊！您能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八城，并在我们八城投资开发建设，我代表市政府，代表八城的人民向您表示欢迎。这是我的荣幸啊！八城对我来说是有情怀的，能为八城做点事情，我很高兴。好好好好好，容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八城财政司司长李司长。哦，欢迎你，马先生。啊，谢谢。这是政务司司长张司长。张司长，幸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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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警署的吴探长，由他和八城的模式负责你的安保工作。哦，荣幸。马先生好。你好。马先生，我们还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个 VIP 房间，请您一会儿接受一个采访。请吧。好，请。马先生，您先接受一个采访，我先去会场检查一下工作，一会儿我们会场见。好的，会场见。好，请。啊，请。马先生你好，我是八城模式的石云浩，您的安全由我们负责。您好，老秦。哎，带着李总他们先进去。好。嗯，请。谢谢。有把握吗？我只能告诉您，我们会尽全力保护您的安全。没有信心？这不是信心问题，这是责任。我得到消息，这次的会场非常不安全，如果您想万无一失的话，我建议您取消这次采访。安全隐患是你们模式应该应对的，不能要求我该怎么做。如果您配合的话，我可以保障，我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你的级别还没有资格跟我谈论取消活动层面的事情。可以进去了吗？可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马先生。马先生你好，请坐。马先生，能否提前透露一下这次来八城都有哪些项目的投资？马先生，请问您这次来主要是来救市的吗？您对这次股市的波动有什么想法？马先生，请问您下一步有什么在八城的战略计划吗？马先生，要不您先回答这三个问题。马先生，马先生怎么说？不是你说不说话呀？马先生不说话呀？妈呀妈呀，帮我查一下 VIP 房间里有无可疑人员。好的，我马上就查。报告室组长，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人是 IRK 集团高级副总裁李云。坐在他右边的女子叫陈静文，今年22岁，独居重海。资料显示，他之前是一名黑客，还是个游戏高手。他不在最初的随行人员名单里，是临时加入的。妈呀，资料有些模糊，但是你尽可能地监视住陈静文的所有举动。马先生，各位，我刚才坐在这里的时间是30秒，但这30秒就像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一样难熬。为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我的沉默让大家不安了。黑色星期五过去后，我们在等待这个星期一，我们希望厄运赶快过去。
怎么？谁也不希望自己紧张啊？钱在股市被蒸发掉，有点人太多了。通过非法的手段攫取。别紧张，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遇到大场面，我也紧张的不得了。只能祈祷吗？别慌。你也紧张过啊？这也是一种。那当然，但绝对不是我们最好的。记住，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保持镇静。我第一次来这里。记住了，谢谢李总。创业，雄心勃勃。两个月内，我的公司将在这里投资十个新的项目。下面可以提问了，马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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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透露一下这次投资的新项目会是哪个方面吗？一会儿的会议上我会详细说明的，请大家耐心一些。马先生，据有关人士透露，这次八成股市震荡是由万人规模的黑客系统攻击金融网络造成的。请问马先生，此时您带领技术团队来到八成，是否与此事有关？报告石组长，记者会还有一分钟结束。收到，我做最后确认。一号位，正常。二号位，正常。东西方向的电梯，正常。楼道，正常。会场内部，会场一切正常。确认完毕 ，VIP 可以进入会场。记者会已经结束 ，VIP 马上进入主会场。你看，没什么紧张的吧？李总，不好意思，我去个厕所啊。哦，快去吧。好，等我一下。谢谢。哦，好，那再见。再见。马总，这边请。卫生间在哪儿啊？哦，在那边。啊，我得上趟卫生间，你去吗？好。你们在这儿等着吧。谢谢马总。李总，这次辛苦你了。哎，哪儿的话，这不应该的吗？等会议结束之后，还有具体细节需要落实一下。啊，这您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很快就会有计划出来的。嗯，很好。好了，不紧张。不紧张。好，我来。哎，咱俩就别客气了，走吧。李总，李总。李总，来人啊！你怎么样？李总，坚持住，李总！你怎么样，马先生？马先生，快走，快叫救护车！快走，叫救护车！马总，李总，走，李总，没事吧？快叫救护车！带 VIP 去安全地方，快！你坚持住啊，李总！李云怎么样？李云中枪，伤势严重。马启明呢？马启明安全。保护马启明离开，把李云送到医院去。是。李总，你坚持住，怎么样，李总？什么？李总，李俊杰跟子轩呢？目前还没到，
刚才进入会场的那个人的资料已经找到了。这个人叫哈桑，中亚裔，国籍不明。他是一个职业杀手，在2011年前后开始行动，跟多起国际刺杀案有关。他擅长暗杀，手法非常利索，从不留下任何线索。各单位注意，凶手是一名女性，短发，身穿黑色风衣，持有武器。等一下，安全通道里有探员伤亡，请求支援。石云浩发现了可疑人物行踪，目前正在追捕。请回答，石组长，收到，请回答。可疑人物消失。三分钟之前，李云死在了医院，他也是我们保护的对象，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政府最可信赖的部门。我在魔市这么久，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么混乱。你脱掉你的外套，我叫你脱掉你的外套。枪！
你不是查清楚的吗？过来，现在1点钟，3个小时之前你们去了哪里？如果你们在现场的话，就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去了南山岛。你去南山岛干什么呀？局长孟良，你们这次的重点是保护马启明，不是孟良。可是你不要解释，你还在这里包庇他。从今天开始，他被开除了。艾迪，你去南山岛有没有找到线索？我们去南山岛找到了一个芯片。拿出来，拿出来。君姐，你们两个，如果芯片里面没有重要的线索，立即给我离开模式。我真没用，我看着一个个同事死掉，却没有能力保护他们。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在？如果你们在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你们在南山岛有多大的事要待这么久？这次参会的人员当中，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马启明的随行人员里面更换了一名女助理，那个女助理当时就在现场，杀手是从她背后开的枪。需要立刻找到她。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在医院。好，我去找他，你们俩先回去。吃颗糖，开心一点。笑一个。没事吧？刚才他推的那么用力，我帮你揉一下。哎，刚才要真把你开除了怎么办？他经常开除我，哪有怎么办？没事。行了，别洗了，快点吧。还有，为什么洗不掉？为什么洗不掉？阿姨，阿姨，您先坐。您是李先生的太太吗？请接。你是陈静文，我是模式行动组的组长周子轩，我来找你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弟妹，马总，怎么会这样？李总的不幸，我十分悲痛。我会尽快安排你回重海，多保重啊！李总的后事交给我。
你放心，多保重啊。送李太太回去休息。好的。来，谢谢。谢谢。来，走吧。马先生，我是模式行动组周子轩，我有几个问题要当面问一下陈小姐。请问吧。陈小姐，你这次来八城是临时接到的通知还是早就知道了？临时的。那第一次知道来八城是什么时候？是来的前一天我才知道，李总让我顶替吴经理。这个之前就没有人通知你吗？没有。陈小姐，意外发生的时候你离马先生和李先生最近，当时发生了什么，你可不可以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当时我从厕所出来，李总也从对面的男厕所出来，可是突然门口的保镖和李总就中枪倒在地上，血就流了一地。那当时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我当时已经吓傻了，可是我记得李总他一直看着我，一直看着我。他一直看着你，他什么都没有说吗？李总当时伤口一直在流血，我就想用手按着那个伤口，他很用力的想说出话来，可是当时的血太多了，血就一直往外流。李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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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嘴一直在动，好像在说。够了够了，不要再问了，他今天受的刺激已经够多了，辛苦你了，我会尽快安排你和李太太坐我的飞机回重海。谢谢马总。去吧。你很敬业，但是我必须为我的人提供保护。我知道，但我并不是故意为难他们的。凶手现在还在八城游荡，为了抓住他，我不能放过任何有效的线索。所以我希望您能明白，这次的枪击案到底有多严重。我当然明白，此时此刻躺在里面的本该是我，李总为我挡了这颗子弹。我必须安抚好他的家人。电脑被远程攻击了。既然你想进来，那我就让你进来。来，让我看看你是谁。是代码？什么意思啊？你是谁？哎，这是什么？这是黑客之间打招呼的方式。你到底是谁啊？Thank you.
这些代码代表什么？我发到暗网上试试，看哪位大神能帮我破解。来，请。你爸爸心情不好，您说话要注意分寸。你不用解释，在会场的时候你跟我说你是这次安保的负责人，你干什么吃的？你干什么吃的？我的副总李云就死在我的面前，如果今天我是第一个出去，那个人就是我。你知道李云的死给我的公司在世界上造成多大的震动，给你们模式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如果今天是个副总理，是个总统，我告诉你小子，你就完蛋了！你干不了这个，你真干不了这个！你听我的，你做生意做小买卖都行，我给你钱。今天确实是我的失职，我对您公司造成了影响，还有您首席技术官吕云的死。对不起，你瞧你说的多轻松。对不起，那是一条人命。此时此刻，他的太太就在医院守在尸体旁。你好好想想我刚才说的话，好好想想，你不要干了。喂，这么晚回来，给你做了点吃的。嗯，我不吃了，我去洗个澡。喂，喂，俊杰，于浩怎么样？他没事吧？他心情有点低落，但也还好吧。那就好。我刚刚已经去过医院了，见到了马启明，也见到了陈静文，问了他几个问题，但是从那个女孩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可我感觉这件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知道了，这样吧，你还是过来一趟，我们再找找有没有其他线索。好，一会儿见。好的。里面为什么会有一把枪呢？哎，那把枪是怎么放进去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得有人把一把枪放进去吧，对吧？那那个人是谁啊？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对所有进场的人都进行了严密的排查，没有任何有嫌疑的人。我现在只怀疑一个方向，就是枪是我们的人放的，会场里有内鬼。那你能查出所有的监控，谁把那把枪放进去了吗？你不是这次行动的组长吗？你什么都查不出。现在八成的警方已经把跟案件有关的资料全部封锁起来了，在我的职责权限内，能查的东西我已经都查过了。今天安全司通知我们，这次的案件不归我们模式管了。所以是什么都查不了了，是吧？既然安全司把案件交给了警方，那我们就继续调查孟良吧。
进来。穆总，我调查过了。嗯，李俊杰在离开模式这段时间去了不少城市，似乎一直在追寻加来的踪迹。他的手机里有什么发现？按照您的意思，我在他入职的时候复制了他的手机，只不过里边有几封邮件是被加密的，只有在他手机上才能进行破解。需要多长时间？顺利的话10分钟。好，我给你10分钟时间。明白。芯片是经过加密的，我先试着找到加密的方式，需要一些时间。解密芯片会对我们的服务器造成影响吗？我检查过了，虽然芯片里面的内容是加密的，但是里面的东西编码它是属于一个文档，不会有病毒。俊杰，你有没有想过，孟良明明不想让你追到那里，但他却一直在给你留信息。已经是留给我们第4个信息了。最奇怪的是，我们对他的事情完全不知道，他却对我们了如指掌。加来转押的时间和路线都是秘密的信息，说明什么？有内鬼。我觉得不太可能，孟良应该是有自己的情报网，和模式内部的人对接，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没有什么绝对不可能的。你们已经知道内鬼是谁了？李俊杰，根据模式守则第3章第16条，现在要对你进行内部调查，请交出你的配枪和手机。凭什么？你在工作期间擅离工作岗位，利用职务之便前往南山岛进行私人调查，已经严重违反了模式守则。是谁下的命令？周组长，是穆总直接下的命令。是我派他去的南山岛，而且我也去了，为什么不审查我？这些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别为难我了。可以。请吧。我觉得穆总现在还在气头上，你先别去找他求情，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这就交给你了，我去跟穆总汇报情况。行，放心吧。嗯。来了，坐吧。坐呀。你知道为什么让你来这儿吗？嗯？不说啊？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是平时挺狂的吗？打这个，顶那个，啊？现在怎么不说话了？好，那我告诉你为什么。哎，你说这李俊杰怎么这么会惹事儿啊？3天2头的把穆总气得够呛。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和周组长都不在八成，确实有责任。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俊杰哥肯定不是无缘无故不归队的，他肯定是被什么事给耽搁了。就你天天帮他说好话，人家可不领你情。我是实事求是好吗？你们谁知道内情啊？干嘛随便给别人下定论啊？这不是定论，是他平时太狂太高调了。人家啊有那个资本。哎，我说你们现在可以啊，一个个跟长舌妇似的，这么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吗？我们又不是他的粉丝，像你天天夸他。对啊，他那么爱出风头，他还怕这个？擅离职守，擅离职守，你知道吗？我现在在跟你说话，请你看着我。擅离职守出了人命了，知道吗？出人命谁负责？你负责吗？你负责得起吗？这是模式，不是你们家。
哎，你是认为我们治不了你是吗？啊？你是认为我们治不了你是吗？还有多久？已经50%了，尽快。你马上面临的是5天的监禁，你看到时候我能不能治了你？不是，你要干什么？走吧，你不是要惩罚我吗？你，走吧，我带你去。你们要去哪儿？禁闭室，5天监禁。我问他一句话都不说，规矩你懂的。看明白了吗？他这次执行的是总部的秘密行动，你们没有权利调查他。秘密行动？什么秘密行动？你想知道吗？我来告诉你。不用，周组长，但是你跟我说这一点意义都没有。ID 和配枪已经交给穆总了。走。先回去干活。总部的文件已经出来了，我去南山岛不是擅离职守，我的停职应该取消。你可以复职。这么多年了，所有的事都要通过我的批准，但是这次，你跳过我这层，直接上到总部，还由总部下命令。我希望下次不会再看到了。是。我的东西呢？电话。子轩，这次的文件是你后来补上的。你为了帮李俊杰，你居然动用总部的关系。是您对他有偏见，俊杰他是无辜的，我们只是想要找到孟良。我对他没偏见，是你对他失去理智。老老实实告诉我，是你叫他回来的。我没有。我不希望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想总部觉得我们模式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知道了。你注意做事吧。
模式这段时间不太安稳，加莱转押到国际刑警总部的时间和路线泄露，加上哈桑的杀人事件，我看这个藏在模式里的鬼已经按耐不住了。我一定会盯紧的。我倒是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是哈桑的目标也许不是马启明，而且他把武器带到会场的可能性非常小，要是没有人接应，他肯定是做不到的。回头再说。芯片交给玛雅已经四个多小时了，有什么进展？我还没有问他呢，不知道进展的怎么样了。走吧。玛雅，情况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有进展，等下我跟你说。玛雅，芯片给我。三叔，总部正派技术人员过来，现在的重点是保护马启明。啊，收到消息，加莱有行动，可能针对马启明，你立刻做个安保报告给我。芯片。刚才说有进展，现在告诉我。我破解了一个文件包，发现了一个组织，叫天蝎。小军，玛雅，你干嘛呢？怎么又喝咖啡啊？喝多不好。马小军，我现在正忙着呢，你能不能别烦我？我怕你低血糖，给你买了个蛋糕，你要不要尝尝？勺呢？是，我忘了。不好吃啊。不好吃我会吃吗？我知道你平常都不会给自己买。嗯，难道还要我喂你吗？勺呢？那我回去工作了。嗯，这个还是留给你吧。拿走。你真不喜欢吃啊？谢谢。你忙哈。这次多亏了玛雅提供的消息，但是我只能找到这个了。这是我在查找天蝎两个字的时候，在模式的数据库中唯一能找到的东西了。在我们模式的数据库中，可以搜索到世界任何组织的结构资料。现在这么干净，反而不正常。数据库最高的权限，只有木川一个人可以进。他今天拿走芯片，你觉得这个举动寻常吗？那我应该去问问三叔，到底知不知道天蝎这个事情。他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啊。那我也要试一下。三叔，你见过这个图案吗？这是什么？
来，走走走。这个是天蝎的标志，我还不清楚天蝎代表着什么，也许是个人，或者是个组织。你在哪里找到的？玛雅破解了部分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天蝎。他还说什么了？没有。所以三叔，孟良的线索我们绝对不可以断，他那里肯定还有很多对我们有用的情报和秘密。孟良这个人是我们最棘手的一个人，你知不知道他在国际刑警组织的黑名单里面排首位？这个黑名单都是按照前科记录、作案动机和实力排名的。哎呀，不用说这个守则，说白了，孟良是我们的敌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诋毁和破坏我们模式。他为什么要这样？你清楚就好办事。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去抓孟良。我当然知道了，我现在做的这一切是不会影响马先生的安保任务的。凡事分轻重缓急，我们盯了孟良那么久，一定有原因。孟良的事情你可以查，但是你千万要小心，你要对付的是一条极度危险的老狐狸。我知道了。好，回去做事吧。魏老大，我已经在现场了。根据我的反追踪，我估计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好小子，有你这个大香儿，他们一定会咬钩的啊！啊，对了，放机灵点，注意安全。好。上次孟良劫走家来以后，有专员显示那辆车被遗弃在那个仓库里。购买的信息显示，那个人就是江正。你知道是谁吗？是我们上次在南山岛遇到的那个花衬衫吗？聪明。然后我在八城找人搜他的资料，你猜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半小时之前在 SP 购物中心的监控画面。孟良是个谨慎的人，他怎么可能让自己的手下这么随便地出现在监控里？恐怕是个陷阱。子轩说的对，从停电到上次的拆弹事件，孟良这伙人一直在故意暴露自己的信息，这次可能也是个圈套。就算是圈套我也得试啊，唯一的线索。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嗯，那穆总知道了怎么办？我是组长，由我来负责。我就说真的好聪明。哎，夸他一下。真不容易，你放心吧，这个电话不会被监听的。你把江来接到哪里去了？好不容易跟我通上话，难道就想问这个？
家来在哪里？他在什么地方？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你三番五次的引我们出来，到底有什么目的？李俊杰，还记得你父母第一次来这个城市的时候吗？我记得。那你一定还记得我了？我不会忘你，放心。我知道你对你父母的死一直耿耿于怀。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他们绝非死于意外。什么意思？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就好好查查我给你的那张牌吧。你说那芯片我查不到，我破解不了，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可是专属于你的道具啊，你一定要好好把握里面的信息。我走了，小朋友。喂喂，子轩，叫李俊杰、石云浩到我办公室。石组长，穆总让你和李俊杰去他办公室开个会。哦，俊杰不在，我现在马上过去。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俊杰好像不在模式，我一会儿再试试联系他一下。模式专员怎么能联系不上呢？今晚市长和马启明先生会在别墅会面，议题应该是如何利用 VX3 抵御黑客攻击，稳定股市。上次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陈司长恐怕有些担心，所以这次任务你多带些人手过去，我不希望再有之前的事发生。是。回去做事。还是打不通，我们带队过去，路上再联系他。好。我们这次的护卫任务是，我们八成的警方会负责会场的中心区域，你们模式的成员要负责一层的走廊，还有二层的走廊，以及会场的 C 区。大家要记住，这次任务一定要提高警惕，确保万无一失。现在大家各自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开始行动吧。一队二队跟我走。五队六队跟我走。三队四队跟我走。VIP 已经到了， VIP 到了，大家做好准备，做好准备。马先生您好。你好，我是负责您整个行程安排的安全司司长，我叫陈浩东。啊，辛苦你了，马先生，请。怎么样，陈司长，里边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你和马先生可以进去了。哦，谢谢。请。马先生请。啊，请坐。啊，实在抱歉马先生，我们市长还在赶来的路上，可能需要您等他一会儿。没关系，陈司长。嗯，完全没必要这么大动干戈，上这么多安保人员。马先生可以举重若轻，但是我们要吸取教训。您还愿意继续留在八城，支持八城的发展，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保护您马先生的安全，也就是在保护八成的未来，所以我们责无旁贷。谢谢。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回到重海，毕竟李云被杀了，我的技术部门不在这里，我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马先生，您的意思是带走 VX3 尽快开始工作？还是打不通。打不通，会不会有什么事啊？放心吧，应该没事儿。也许是因为他父母的事，心情不太好。周组长，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一定要仔细排查，你再去好好查一下。是。我马启明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不喜欢遮遮掩掩。今天我和你们市长的会晤并不是什么秘密会议，你看看，遮得真严呐。能把窗帘打开吗？你们把美的东西都挡住了，这么好的夜色，我看到的却是窗帘。马先生，您坐着，我去把它打开就是了。马先生，您看现在怎么样？你不觉得心情好多了吗？的确如此。您请坐。啊。马先生，快趴下！快，保护马先生！马总，马先生，走。现在有枪声，请求支援。毕队，跟我走。别动，趴下，把枪放下，别动。俊杰。李俊杰，你为什么要去刺杀马启明？是受人指使，还是因为你个人的行为？你现在可以不说话，但是现场所有的证据都可以指证你企图杀害马启明先生。如果你现在不说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你。现在一切证据表明，俊杰就是杀马启明的凶手。这一定是个陷阱。我知道这是陷阱，但是所有的证据对他都不利。到底是谁要陷害俊杰啊？吴探长正在审他，但是俊杰不肯说，他要见谋士的人。我去找三叔。吴探长，谋士的穆总想见你。啊，吴探长，穆总，他是我们的人，我应该可以找到突破口。毕竟，他是您谋士的下属，
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是，我很难保证你能问出来什么。谢谢。你们两个人在这里等我。为什么你的电话打不通？请交出你的配枪和手机。我叫你保护马启明，为什么你会出现在天台现场？手机打不通只有两个原因吧。一，信号不好，手机没电。二，我的手机被黑了。你跟了模式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我们要黑别人是多容易，不是吗？不要岔开话题，为什么你要刺杀马启明？我可以问你三个问题吗？第一个问题，马启明的位置根据基点不到150米，是个白痴拿起狙击枪也可以爆他的头，你觉得李俊杰就没有这个能力吗？这么看低我的水平是吧？第二个问题，我到现场的时候，我看到天台没有一个模式的人，没有一个八成警方的人在守着。我永远记得第一天我师父教我的是，保护所有 VIP 的人，我们最应该防的就是狙击点，对吧？那为什么当天没有一个人防狙击点呢？这是不是你们的漏洞？李俊杰，现在警方的所有证据都在指证你是凶手。我们模式和警方什么事情都是讲证据的，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在指证你，你可以证明你不是凶手吗？是你要杀马启明。哎，你忘了，我还有第三个问题。在天台上为什么没有监控呢？要不你们打开天眼来查查吧。这只是你的假设。现在确实需要有一个人过来控制局面。好，我明白了，我先挂了。怎么样？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三叔，我已经想尽办法去帮他，现在问题是所有警方的证据全部指证他是凶手，他又不能证明自己，我还能做什么啊？好在你们两个早去现场，否则的话，局势难以收拾。我明白你的心情。我在模式风风雨雨几十年，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我们都见过。元浩，你曾经并肩作战的好兄弟，今时今日变成敌人。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还有啊，没有我的批准，你们两个不能单独进去和他谈话。如果破坏了我们和安全司的合作的话，他会死得很惨。OK。三叔，这件事不能靠穆总了，现在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可是我们现在连见他都见不到。也许我能想想办法。秦叔，于浩少爷，他睡了吗？老板刚刚休息，你有什么事吗？能不能把他叫下来？我有件事需要他帮忙。少爷，有什么事你就说给我听吧，不是什么事情
都需要老板出面的。今天抓的这个人是我朋友，但是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情，我觉得里面一定有问题。但是他现在人在警署，我必须去见他，让他把所有的事情跟我说清楚。你看能不能联系一下警署的人？好吧，我会想办法。好。他为什么要帮你？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见俊杰。这很重要啊！你怎么会有马启明管家的电话？而且怎么还能说得动他来帮你啊？因为我是他儿子，很意外吧？你怎么从来没有提起过？因为我们的关系一直不亲近，所以我也不想拿这个父亲来说事儿。谁还没有秘密呢？你刚才给谁打电话？我给总部打的电话，申请特别调查。看来我们都做了我们平时不会做的事情。你是担心我越级上报？我只是想说一句话，关心则乱。我只是想要尽可能的帮俊杰，只是想要帮他，只有这么简单。子萱，你一直做事情很冷静，不管什么事情，当别人乱了，你依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选择。就算俊杰没回来之前，你再怎么想他、埋怨他，都不会影响你对事情的判断。所以你千万不能乱。他现在被人陷害谋杀未遂，我怎么可能不着急啊？你是他兄弟，在这种时候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而且我感觉这次他回来之后，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都让他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我真的感到很害怕。我和你有一样的感觉，从家来到孟良，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联系的。我们逆流而行才害得俊杰被关在牢里面，我不相信偶然和巧合。会不会是俊杰离开这三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才让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对他下手？这我不知道，我只希望这一次总部派来的外部力量能把这一切调查清楚，还俊杰一个清白。总部怎么说？阿曼达已经预定了来八成的飞机。他一直在帮你。其实阿曼达是我母亲的挚友，我小的时候阿曼达就对我特别好，也算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长辈。还有这次俊杰回模式复职，也是多亏了他，我很感激。石允浩，跟我进来。那你在这等我，我先过去。去吧。你只有五分钟，不要为难我。怎么样？你有没有觉得我瘦了很多？没饭吃吗？你有没有带巧克力给我？不让带。巧克力都没带。你有把我当兄弟吗？行了，说正事。我这次来呢，没有多少时间，你必须把所有的事情跟我说清楚，这样我才能帮你。好，我就跟你说一下案发的情况。嗯，我收到一封邮件，说加莱要刺杀马启明，我就赶紧跑到政府别墅院里，我观察了一下周边的环境，我的直觉告诉我，天台布防有问题。当我到达天台的时候，我听到了枪声，我确认开枪的方向，我跑过去，凶手已经离开了。在地上我看到有一把狙击枪，
但在远方我看到一个好像加莱的人在跑，我怀疑是凶手，我就拿起狙击枪瞄准他，然后就被你们抓到这里来。加莱刺杀马启明的邮件是谁发给你的？我也不知道。你知道三年前我为什么会离开吗？那天我跟子轩睡在一起，有一个红外线瞄准器弄醒了我，有一把狙击枪瞄准我的头，然后我看到那个红外线指向周子轩，然后电话就响了，是加莱，加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离开八城的话，他就杀了子轩。这三年来我在想我究竟有没有做错，我是不是真的应该离开他，但没办法，我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我避不开。但这三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追寻加莱，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我躲在暗处的话，他肯定逃不出我的视线。那个时候我收到了一封邮件，说加莱会在八城出现，所以我回来了，我要抓住加莱才能解除我们的危机。结果那封邮件非常准确，他确实出现在八城。然后我收到第二封邮件，说他在拆车厂，也是千真万确的。第三封邮件，孟良在南山岛，都是准确的。之后我收到第四封，说加莱要刺杀马启明，所以我到了现场，结果是一个局，我被坑了。这个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更多，我已经搞不清楚模式，还有我们身边的人究竟是人还是鬼。如果你真的把我当成哥的话，千万不要调查这个事情，把子轩带走，能否出去我自己解决。那你知道前三封准确的邮件是谁给你发的吗？我刚才说的话你听不清楚是吗？你放心，等我回去我一定会把第四封邮件查清楚的，而且我也会保护好子轩。走了。他说什么？他说有人给他发了四封邮件，前三封邮件的信息都是正确的，只有第四封是陷害他让他入狱的。第四封的内容是什么？有人告诉他加莱要去市政府杀害马启明。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找到发第四封邮件的这个人，才能知道到底是谁在陷害他。子轩，我终于知道三年前俊杰为什么离开八城了。为什么？在他离开八城的前一晚，加莱拿着狙击枪瞄准了正在睡觉的你，然后他跟俊杰说如果不离开八城的话他就会杀了你，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吧，他还说了什么？他还说在他出来之前让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不能让你有任何危险。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发第四封邮件的这个人是谁，还他一个清白。走。好。
玛雅，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技术人员。你好，这是八城的警方。你好，玛雅，八城的警方已经同意我们对俊杰的案子进行协查。这里面是俊杰的手机，立刻恢复里面所有的数据。明白。所有李俊杰的口供我已经看完了，是合理的，但现在最可惜的是没有实质的证据支撑他。我知道你和李俊杰在孤儿院里一起长大，况且是陈刚的徒弟，如果按照国事的规矩来说，这个案子你不应该插手。不过我相信你的为人，你一定要找到真相，所以我坚持你去调查这件事。谢谢穆总。俊杰的案子很复杂，我希望子轩不要再插手了，原因你是知道的啊。大家呢都辛苦这么多天了，收拾好东西，晚上去我家吃饭，我还有些事情要跟你讲。怎么样，还好吗？我没事，只是有点担心。别担心了，相信玛雅，恢复那些数据对她来说不是难事。我知道，我只是担心那些邮件证明不了她的清白。那就找出发邮件的人，只要找到陷害俊杰的人，我们就能还她清白。对。喂，我知道了，三叔。三叔他找我。怎么样了？有些文件被永久删除了，还在找。俊杰哥肯定不是凶手。他是不是，不是你来肯定的，是要找到证据。他虽然有时候挺冲动的，但我觉得他做事还是挺有分寸的呀。更何况他跟马先生也没有任何交集啊。你能不能让我先工作呀？我就问问。三叔，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你能去抓那些坏蛋。你就是我心中最大最大的英雄，我也要像你一样当英雄，我也要进模式。总部已经派人过来了。我听说了。是你告诉他们的吧？为什么这么做？
我只是向他们说明了这边的情况，模式专员被抓并不是小事。经过我的同意了吗？子轩，为什么最近你和总部私下联系这么多次？为什么最近你和总部私下联系这么多次，而我是不知道的？背后有些什么没告诉我？如果是别人，我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偏偏是你，那是你，是我最关心、最在乎的人，来对付我。子轩，李俊杰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到是你打电话给总部申请他回来，对不对？对，是我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是最适合去对付家来的人选，所以我才想要留下他。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目的？子轩，我看着你长大，你在我面前是骗不到我的。三叔，我并没有想要骗你，我只是想要帮你。什么时候开始的？三年前。三叔，三年前师父的案子草草结案，不止我一个人怀疑家来当时的目标不是 VIP， 模式总部对师父的死十分重视，甚至对你也有质疑。我想要查清楚这一切，就是为了要证明你的清白。我是清白的，不需要解释。我想要证明，因为传言的主角不是别人，而是你。我每次听到别人诋毁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子轩，喂，明白。是你让玛雅恢复李俊杰的手机吗？对。嗯，哼，他已经搞定了。结果怎么样？李俊杰的手机已经完成了数据恢复，但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他所说的秘密邮件。不可能。一封都没有吗？冥顽不灵，他一直都在骗你们两个。将模式的鉴定交给政府处理。三叔，我要去见他。那四封邮件找到了吗？我想跟你说，以后你收到任何的邮件，都不要轻易的相信。为什么？因为前三封邮件是我发的。三叔，嗯，我还记得三年前，就在这个地方，师父死在我的怀里。这个案子已经结了三年了，我知道你对陈刚的感情，他的赔偿金也是我们模式最高的，你就别那么纠结了。我昨晚梦见师父了。我理解，现在模式总部一致认为陈刚的死是为了保护 VIP， 至于他和佳来两个人的事，我们根本不用管，你再查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三年前的那起枪案真的有很多的疑点。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为了翻案。我知道，现在最要紧的是护送 VX3， 放心吧。嗯，你明白就好了。昨天我得到了线报，
加莱又在八城出现了，你去查查，加莱到八城与 VX3有什么关联？我在高尔夫球场给你发了第一封邮件。在我得知加莱会在拆车场出现，我就给你发了第二封邮件。当知情人告诉我孟良在南山岛，我就给你发了第三封邮件。但是第四封并不是我。你为什么要发那三封邮件？不告诉我是你发的。你也知道我们模式的守则，所有内部的消息都不可以告诉任何外人，所以我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你叫回来，因为我知道你可以抓住加莱。是我害了你，我不应该让你回来。你怎么不说话？别哭，对不起。过来。手接的谜题还是心跳的奇遇。还有我想告诉你啊，模式那些垃圾规则以后不要再信了，上面不是说不能谈恋爱吗？我们还不是破坏了他们的规矩，不是吗？白痴。亲不到。要不再试一口啊。没办法。抱抱我吧。回来啦。嗯，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哇，快尝尝吧。嗯，给。嗯，哇，还有酒，好香啊。看着就香对吧？嗯，哇，不过你要少喝一点。嗯，好吃吗？嗯，还有这些菜，我试试啊。嗯，好不好吃啊？嗯，好吃。好吃就对了。三叔，嗯，我最近一直在想，我们两个还真是越来越分不开了。嗯，从我小学到中学，然后再到大学，你总是对我不放心，隔三差五的就跑到学校看有没有坏人欺负我，到现在都是。
我都长大了，嗯，但你还是不放心。可是你自己呢？你从来都没有为你自己想过，到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谁来照顾你啊？有你，有你照顾我。对了，只能由我来照顾你了，以后你这一生都由我来照顾你。嗯，我就不结婚，我也不谈恋爱了，我就一直陪在你身边。嗯，不行不行不行。而且我现在想到了一个特别厉害的方法。你看，我想试一试。从哪里搞来的？网上啊，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八成模式在招人，所以我想试一试。不行，太危险了。为什么不行啊？我说不行就不行。危险？那你每天执行任务就不危险了吗？我才不管呢，从小到大你让我学什么我就学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唯独这一次我不会再听你的了。三叔，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你能去抓那些坏蛋，你就是我心中最大最大的英雄。我也要像你一样当英雄，我也要进模式。我是模式的老大，我说不行就不行，好吗？吃饭。就算八成模式不收我，还有内务部的行动队，还有警署的搜查组，我就不信了，真的没有一个地方收留我。不行，我是模式的老大，我可以让他们不让你加入。吃饭。嗯，吃饭。什么吃啊？你自己慢慢吃吧。嗯，我走了。我真走了。你还吃？你不准吃，这都是我做的菜，以后我都不会再给你做菜吃了。哎，坐下坐下坐下，坐坐坐坐坐坐。以后上班了要跟着我，我去哪里你就去哪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可以私下去做别的事。嗯，我同意。多吃一点。嗯，这个鱼特别好吃，我学了2个月才做出来的。多吃一点。